你早，早上的8:14，今天呢，2019年的10月31日最后一天。好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、539的会员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社长啊，今天特别到我们协天宫，跟关圣帝君啊来这边参拜祈福。我们这个月感恩感谢关圣帝君，总共帮我们将牌中了七次。但是现在出3次，今天又1次。如果今天赢钱是中了8次，那么各位你就赢了8车，我们今天用熬的；如果输钱，那你就是7次减1车啊，中了6车。好，这是关平太子这个周仓将军马上快要圣诞千秋了，希望这个两个神明啊，今天带给我们好运。今天我们有公开的啊，1214，我们今天公开1214。啊，祝大家好运，今天能够熬回来啊！11月份会不会已经到了？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马上我们11月份明天最后一天补送一期给你啊！那礼拜五、礼拜六我们就不再传了啊！没有机会未来的礼拜都就不再传了。